开始。你压到。先灌了那么多吧，先灌那么多，他看连续动作，到时候持续一段时间，到时候再调。灌装头移一下位置。啊？灌装头移要太贴瓶口了，往这边移。往那头移一点。慢慢的啊。我知道。好。我看得到的。走开。这个要灌到11秒，要10.05。行了，这就完了，就不用这个不用。